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的地盘了。这为什么你的地盘呢？给你拿，给狼，给狼，你的地盘了。你们到底都在日本呢？拍水，海洋，海洋喜欢地盘，我海砖毕业哦。哦，他有新地盘，没有了吗？因为有你们失败来了三个新货色，对不对？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辣妹货色，九六四介绍一下，孔令辰，孔令辰，有一个。 有一个那个嘛，对不对？郭哥，我爱孔子，爬起来。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不是你们年轻一辈嘛？刚刚介绍一下。自己介绍一下。欢迎景欣姐。哦，三个生力军哦。孔令奇最近发专辑啊，可能会比较旺一点。不过你生生佛。对啊，唱一下，我们节目那么好，对不对？我是蛮相信他们三个的。 他们三个，他们三个，他们会害羞。来来来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。他们要讲轮椅，轮椅讲。我只会讲，对，两句，两句，有朋自远方来，无一人，对不对？很好啦，耶。他们来，毕竟是自己的祖先嘛，好好看一下也可以。好，那但是希望呢，今天能够祖先能够帮你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运气可不可以好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是关公有附身。郭哥的祖先也会帮忙啊。我的祖先，郭子。 你看我现在越来越了解什么。我的祖先有很多个来，我祖先有很多个，罗宾、罗斯峰啊，对，祖先呢？哎，最有名的，最有名的祖先叫罗赖吧？好不好？罗赖吧，这样好，不要不要多说了，废话不要多，解散解散解散。旗开得胜，超级奖猛单元，少年接力赛。这回合的比赛场地是位于基隆的碧沙渔港。 在全场400公尺的赛程里面，设有4道关卡，比赛的两队以4人接力的方式进行比赛。在每一关卡，皆需依照规定完成指定动作，成功过关才能够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位的队友跑向下一关。如果未能过关，除了受到大败处罚之外，还得跑回上一关。而上一关的队友必须重复指定动作。 如此不断的比赛，最快抵达终点的一队就可以获得奖金50000000元。现在主持人队和特别来宾队经过一番战略分析以及沙盘推演之后，依照各自队员的擅长项目，分别排出了最坚强的黄金阵容。小猪队排出的棒次分别是：第一棒罗志祥，第二棒具锦。 第三棒柯宇文，第四棒柯洁智，而小郭队排出的棒次分别是：第一棒董令奇，第二棒许昕姐，第三棒佩珍，第四棒郭子健。这一场龙争虎斗、竞争激烈的第26届少年接力赛现在正式开跑。 同时抵达了第一关了。第一关，我爱撒西米，参赛者吃完架子上的3块生鱼片即可过关。哎呦，我的身高好像这样，我直接吃就好了。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向第二关，而小猪队也不甘示弱，紧跟在后了。来到了第二关，一网打尽，限时30秒钟，参赛者以织网捞起3条金鱼即可过关。
如果不能够在三十秒之内完成任务，则必须接受大牌处罚，并且要跑回上一关。对，好，横着。现在气美的那个，小心小心。好。横着横着横着。耶！开始。我还没下去，你再急。好的。新姐加油！新姐加油！我这样一喊，他那个纸箱快破掉的感觉。耶！第二支，再来再来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好，过关了！过关了！过关给抽啊！力气很大哎。相当的两队一计不之差，先后向第三关跑去了。第三关比手画脚，限时一分钟，参赛者必须请三位路人凭参赛者的肢体动作猜出正确的答案。一分钟之内有三位路人答对即可过关，否则除了遭到大败处罚之外，还得跑回上一关。好，走了走了，开始开始。嗯，然后如果你打开门进去，他们在干嘛？所以就在干嘛？快点！哎哎哎！什么裁判呢？裁判呢？裁判，等一下，不要先找人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找人才能计时开始。计时开始。等一下，现在就计时开始。等一下，找人啊！哎哎，小姐，等一下，小姐，等一下。哎，什么叫？快快快！哎，小姐，等一下，小姐。小姐，帮帮个忙嘛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帮个忙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的地方是有没有？是的。床上正常睡觉。前面两个字啊。对，前面两个字加上后面那两个字有没有？没有。被警察抓了有没有？啊。后面那两个字。有女朋友了，然后我还去抢他，他已经有他们俩结婚了，然后我去当第三者，然后，哎，接近了接近了，然后一对那个，一对那个，九八，对，快点大声点，五四，哎，等等。明明是比手画脚，出来炸到的何宇文跟佩森两个人都傻乎乎的，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哎呦，现在两个人都失败，要退回到第二关去喽。欢迎，请。
没关系，这一关。哇，这关你一定很容易。容易啊！对对对，你看你，你越来越顺手了吗？第三条很快就到了。那个他不是，好耶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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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这个真的很难哎。加油！我很难不过关哎。哎，我看你那么冰雪聪明的话，那不如你去比好了。哎，可以。对啊，我来捞嘛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换我去比？山姆哥，可不可以换我去比？下一关，三关。加油！加油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夜市小公主，夜市小公主，夜市小公主该我。哎，再最后一次机会。玻璃缸里的小金鱼像是被催眠了一样，任凭剧情摆布。哎，剧情夜市小公主的封号果然名不虚传哦。现在只希望接棒跑向下一关的黑魂争点气儿，不要再退回来喽。先来看看另外一边抢先一步抵达第三关的小郭队的情形吧。快快，来来来来来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很简单哈，四个字有没有？那个胸部很大有没有？就是什么？拖把。哎，然后这个。要形容哦，形容很漂亮的美女。请你，还请你哦，请你，我们待会请你先，加油加油。不要再真情感动了，好不好？到半集我们等一下就回来了啦。计时开始，慢慢来哈，老板娘做生意哈。小姐，小姐帮个忙好不好？我来比手画脚，你来猜哦，好不好？来第一题，第一题这个，哦，我们第二个字有四个字，第二个字是我们都要擤鼻什么？屁。对，第二个字是。第二个字，对对对。然后第一，你知道一个明星叫陈什么名吗？第三个字，陈什么名啊？厚道，超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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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厚道，喂喂，厚道那个。好，第四个字，第四个字。我现在在干嘛？笑。对，第四个字是刚刚你说的。微笑啦。微笑。哇，这个太难猜了。何宇文还在那里和观众苦苦纠缠的同时呢，小郭队的郭子乾已经堂堂登上获胜关键的第四关了。第四关前途无量，参赛者有三枚硬币可以投掷，只要将其中一枚硬币投进一定距离外的浅瓷盘中即可过关。那个爆出来了，不要紧哦，还可以继续爆嘛。把硬币丢到磁盘上的动作看似容易，实则不然哟。首次挑战一时轻敌的郭子乾，现在要退回到第三关去喽。再来看看仍然停留在第三关的何宇文的表现吧。帮我猜一下，猜一下，不行。哎，想选四个字，快点，我拽你，快点。我知道，我
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那个有点难，真的。那不然这样，姑娘，你去跟季梅调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对对，你先去调换。好的。过关了，好了，开始了没啊？好，这样这样，来，准备，计时开始。这是你，没有，快点帮我猜一下，快点。开始了，快点，对啊，没有，你看，扎，耶，几，对，然后成语成语，第二个字，几枚，然后第三个字，第四个字，几枚弄眼。耶耶耶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来，各位先快点，快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吧。快快快，准备三个字，三个字有没有？这里埃及金字塔，死掉的人不来。耶！快快快，快点快点！还有什么？四个字有没有？就是台湾很多的那个在路边有没有？在路边啊，送两颗啦。吃那个椰子比较小的那种有没有？送两颗。啊，包一百啦。在海边卖槟榔。对，他人人人人卖槟榔的那个谁啊？谁？丁真。耶！耶！哎，不敢。我都还没擦好，你就过关，太厉害了！这样这样，这次一定会过关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。竞争激烈的战况到这里有了改变，原本同来同往的两队再次分道扬镳了。小猪队由于何宇文无法与路人取得良好的沟通，只好不停地游荡在二三关之间呢。小郭队则是由郭子乾再次挑战第四关，寻求胜利的机会。先来看看退回到第二关的小猪队能否急起直追，赶上小郭队的战绩。要是也说我不行，他是说叫我跟你调换换。那个呀，夜市小公主不是这么好当的，好不好？宇文加油！因为我也是在通化街长大的，真的哈、哦，通化街，你也是混通化街的、哦，对，我也是哎，你混街头还是街尾？我混、那个，我都混烤玉米那家的，我混米粉汤那家。阿脑加油！计时开始。加油加油！他应该会失败。我也觉得。何宇文，我不太看好你。好，一只。宇文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还有两只，小的那只，小的那只。哎、欸，你把整个鱼鱼都是泡沫高了。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你混通话街混的没有我专精哦，因为我都在吃啊。哦，好，加油，加油。可怜的何宇文竟然连小金鱼都欺负他，哎呀，小猪队的战绩每况愈下，现在何宇文要退回到起点啦。而另外一边的小郭队则是遥遥领先，跑到第四关闯关喽。郭哥加油啊！你怎么爆啊？秋风扫落叶，直接扒了雨。哎，过去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！郭子乾每一次失败都带给小猪队一次新的希望，而重新开始的小猪队能够把握机会，赢得最后的胜利吗？小猪，刚刚不是那谁回来了吗？没有，季美梅帮不是第二关吗？因为我比手画脚都没有过，所以我跟他换关，那我捞鱼也没有过。可是你总不能叫我掉单杠吧？你快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加油！
追。丽红，我好不容易差点金了，差点金了，差点金啊！你这一关太厉害了，这次我那一关已经差不多了，训练的差不多了。那再来看看我的智囊团们，就是那一群，我新培养的智囊团，所以这一关我们绝对没问题。我刚刚练习赛，我这次一定会捞过。好，加油哈，让你办得到的哈。好，但是你泡沫先擦干净，下去鱼都死掉。对，哎，那更好捞哎，那更好捞，因为鱼都飘在那不会动。不行，我们要被关上那个环岛。对，不能残杀生命。计时开始。小猪回去有没有骂你？没有。他怎么对你这么好？他改变了。他变了。两只，加油加油，还有两只，两只一起来。两只。二。最后一只。九。八。六，耶！进来了。快去找进来了。开始，开始。来，智囊团来了。几个？来，先他先来，来哦，四个字啊，四个字，然后呢，这，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。起，上。第三个字。就去。车子里面没有那个了，就去打系统啊，上啊，完蛋了，我怎么上什么？第一个字好了，哇，用什么东西可以点很多的物？火。什么？上。第一个字是那个。火上加油。来，不要客气，来几个字啊？喂，四个字，第一个就是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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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。鸡。来，第三个字就哇哇。鸡飞狗跳，耶耶！妹妹还，各自五个字，第一个字就五，有没有？第二个字就，第三个字就，第马不是演的啊，答对了！哦，厉害！智囊团真的太厉害了。我的那个第四关的冠军。又过了，你太厉害了！嗨，这一关交给他的，我第四关一定要努力了，好不好？智囊团太厉害了。就是啊，那个人呢、都会排出一种四个字，然后呢，人都会排出一种气体啊，叫什么？屁。好，那是第二个字。然后我们说那个屁很臭，第一个字这样。臭屁，从天屁不响。第二个，先生，拜托了，我玩个比手画脚，你帮我猜就好，你不会受到处罚，只有我会处罚，快点，有直接限制的，快点，来。当剧情在第三关手忙脚乱和路人玩猜一猜的时候嘞，郭子乾已经来到第四关喽。怎么有人来过？啊？哦，这是我自己的啊、哦，来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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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抱中心点的，还是怎么样？在里面我知道，在里面每次要弹到外面去啊。没有，第一个。哎。第二个。自己越抱越没信心。同样的机器，同样的下场，奇怪。好，加油！哎，谁知道没来？四个字，那个男生啊，就选很壮，那个叫什么？健美先生。第四个字是十。健美选手。加油！还有一个。5、4、3、2、1，找人就要花很长的时间了嘛，但是我的表演应该还可以了哈，大家基本上是懂我的语言的哈。你比语文冷静多了，这个真的要冷静。你讲夜市小公主不是白混的，好不好？夜市小公主，加油！
冰雪聪明的剧情，比手画脚起来，既也让路人有着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呀！哎呀，没有办法在现实之内完成任务，季美美也只好赶快回到第二关去喽。剧情前脚刚走，郭子乾旋即返回第三关挑战喽。